想一个一个送哈。首先我要送给毕书尽的哦，是个什么啊什么啊词典哦，词典啊。为什么送他词典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九年前毕书尽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是个完全不懂中文的孩子，韩国人。对，那么他只知道他喜欢唱歌，那我们从波波摩佛教他国语，教他学习，教他谈吐，教他应对，是啊，唯一没教的就是唱歌啊，因为他已经会了。是，那么啊，接下来我们安排的是，因为他也要挑战戏剧啊，什么？那么我觉得对于他的能量的帮助，除了唱歌之外，就是参与戏剧的演出，是了解不同的生活、不同的角色的体会。那么当然最挑战的就是他的语言和台词，所以特别送这一个给他，希望他好好的研读，好好在戏剧这条路上表现，那么很快的就要进入新的工作。是，对，那有点重，赶快接过去。所以呢，送给毕书尽是这个词海跟中国成语词典，希望可以随时出口成章。对，还有应该是有电子版的翻译机啦。对，谢谢喽。那毕书尽，你现在可以练习那种以那个男主角的方式，男一来讲一句台词吗？你自己幻想一下，假设你在跟那个郭雪芙对戏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来到我的记者会。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要说他词海。真的耶。很需要好好的磨练一下哦。因为做歌手跟做演员不一样，真的。所以毕，你要演戏，你会紧张吗？还是会期待？真的会紧张，而且是也当然是期待。对，就是要表现好，然后给大家还有给公司的所有的家人们骄傲，这样子。是，拍戏不简单哦，要走位、记台词，还不能 NG， 可能还要随时演出深情的戏嘛。所以毕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祝你。谢谢。一目十行背台词，一目十行，好，你都做不到嘞，一目十行。我是歪一斜视，一目十行，你懂吗？我不懂啊，就一次看十行。翻啊，对，没有了。对，一目十行就是一次可以看的那个 range 很大，好，速度很快，记台词超厉害。哦，他还是不懂了哈。好，不过呢，这个谢谢亚明哥送到这个这么好的礼物，希望这个毕加油。好的，毕呢欢欢喜喜收下礼物之后呢，下一位是这个年轻版的是这个是要送给李玉玺的。哎呀，因为他即将在9月7号就到中国大陆去那个拍戏。哦，他要去拍戏？对对对，所以希望他能够在这么年轻拥有这样的机会当中，能够努力代表台湾，不要丢脸。所以呢，李玉玺，你要去拍戏啊？是。所以大概拍多久的时间？应该是2-3个月。几个月？对对对。哦，所以你行李箱里面要装什么？行李箱。应该要装电锅之类的吧？我就觉得泡面罐头。泡面，对啊，保养品。药，对，药不能保健食品，对对对。所以呢，爸爸也对你这个寄望很深哦。总经理也是说，希望你这个不要丢台湾的脸啊。好，而且你已经赢在，你已经赢在起跑点上了。毕书尽那个词海跟成语词典可能是200块，你的行李箱是20000块。好，所以呢，谢谢亚明哥。